我23岁，社会新鲜人。今天我要做一件大事。现在认养宠物好方便哦，只要上网就可以了耶。哇，居然有这么多可爱的生命在找主人呢。确定认养后，收容所还会帮你注射狂犬病疫苗和植入晶片。接下来只要完成宠物登记，就可以把可爱的狗狗带回家咯。这是你的狂犬病证明书，那记得每年要施打一次。这是你的宠物登记证，麻烦请帮我在这里签名。认养还不到一年，但我们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。大宝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，有一件事情想要麻烦你，想要麻烦你帮我养他。他是你的家人哎，你养他就应该要负责任啊，怎么可以因为要结婚你就抛弃他？看着慌张的 Cooper， 这个代表生命转让的签名，真的让我觉得好沉重。喂，医生，我们家的狗走失了。那有植入晶片合作宠物登记吗？有有有，我有办。可是我最近我们家还有搬家，哎，我的联络方式有变更。那可能要尽快过来做变更资料和申报遗失哦。资料变更和申报遗失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那如果有人捡到狗狗，就会通知你哦。好，再麻烦你了。好，不会，谢谢。好。你好，这里是动物医院，您遗失的狗狗找到了哦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马上过去带它。找回你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可惜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。手术台上的强光，登记牌的交回。代表着你生命的结束，而留下来的我们只能永远记住你曾带来的快乐。